我已经熬好了，你快趁热喝吧。我不喝。你不喝了？算了算了，小丸子，现在是咱们不会，忍一忍吧。行，你不喝呢，我喝。哎呀呀，四行，你家少爷还有伤口呢，行了，这粥你喝吧，我来帮他洗。这种细心的活，果然还是得由我来。是。 这儿，粥不错，我尝一尝吧。不错，你就都给我喝了。哼，他是真的看不到吗？要是能那么快救我，是不是真的瞎了？哎，有苍蝇。 十七，睡前泡泡脚吧。怎么了？太烫了。那我给你加一点凉水。再来一瓶。现在试一试。 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去帮我倒杯水吧。哦，没了。来，夫君，请喝茶。 你怎么满头大汗呢？很热吗？有吗？啊，对了，凉水没了，你帮我加点水去。哦，好，热死了。哎，他是怎么知道这里头没有凉水了？